老师好，老师好，老师这把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这把可以的，感觉不靠谱啊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不靠谱，我感觉有点不靠谱。靠谱，靠谱，我这英雄还是有点东西的。我知道，我说我这个不太靠谱。试一试，试一试，你那个不太靠谱。敌军还有30秒。你那个不太靠谱。来个红包。那老师能给我亲自下符，这把靠你，那我觉得很开心。这把靠我，好，感谢冷饮的飞机。嗯。我为什么要选无限打野呢？为什么选无限？每一次我一走，你们都在说别骂了，每次都是这样。这个、没有没有就啊。哦，我知道你不用，你不用说，你不用解释，因为他们就是每次都用这个梗。我没解释，我没解释，我就是说马老师很细，很细，又我很又挺快的。我在给他们，对，我没有没有骂，我只是说老，我说老师打游戏很细，然后不是他们没，该多的多，次数该多的多，该快的也快。他们在那儿乱说，老师不要有，行，别有误会，别有误会。OK OK。嗯。你看老师每次来了我说老师好，就跟老师说小学生一样，老师好，很尊敬。来这把我可能不太能帮得了啊，对吧？那这样吧，前几局都是哦，还想偷我的 buff， 这一局我站起来。哎，有点闪现吧？哇，啊、老师，我被他杀了，老师，他有点东西。他这个有点猛的，他这个有点猛的，稳一点，稳一点。有点猛。他这个，对，他这个有点猛。他没闪了，我没交闪。哦，他这个一级很猛，这个英雄有点猛，老师，他这个人好细啊！我大意了，我看他40%的胜率，我以为他不会玩，我就没交闪，结果他给我 Q 闪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明白。就是问题不大啊，我知道他是一个高手，我就会有高手用我对线高手的态度去对线他。对对，刚刚可能是试试水。大意了。哎，对，大意了，刚刚是试试水，现在知道他是高手了。我这个不太靠谱啊，我这个血量。有点难搞，有一点点吧。我这边也很难搞。不急，是河蟹去喽。可以，可以，我杀回来。果然不一样啊！他有点混蛋，对，你要把他当做一个高手来玩的时候，你的对线就这个有所改进啊，就不能啊当做一个菜逼了，稳一点。哦，哦，这个中路。死。哎，好像有机会，老师，后面来了，可以，哈哈，哈，这就是走位，传说中的走位，走位吗？哦，点点，对，点点，点点，一点点 ，W 点点，一点点，嘿嘿，可以吧，老师，我这可以，可以，这个他给了我两个问号，他很气，他很气。不懂为什么人头没有拿到头，兵线还有。哎，这个怎么跑来了？我操，对面这个上单贼会出装。老师恕我直言，对面肯定是个带的，但是我也不是一般人。真的，他出装啊！这你也来了？操作啊，好厉害！差点死了，我靠！虚惊一场。还想吃波大鸟呢，算了。回家回家回家，1600。先扫小狗一波，不着急，现在的怂不是永远的怂，现在的怂只是暂时的。
我来帮你吧。恭喜九号0327获得500块红包，来再来最后一个500块红包啊！扫一下左下角二维码，各位。老师，我差一点。可以，要单杀了吗？单杀了。单杀，再见。强了。可以单杀了。既然你这么强，不需要帮，我就帮你做个视野吧。可以，你要不要来顺路清个炮车啥的？不用了。不用了。嗯，有了有了。老师不客气。准备打个龙。好。有踢吗？没有。没有，我刚刚用了。不过他也没有。可以，舒服，回家。嗯，不愧是老处女是吧？必须的，不敢吃就他。睁眼理财，睡醒，起飞。效率并不是很快。对面这时候打野其实有点针对的啊、嗯、你好像野区遇到他打不动，哎呦，打赢了中路，哎呦，可惜，我哎，小心小心小心，这波人一直滚中，我发现他这里有眼，好像没什么机会。没事，上路现在没压力了。上路现在不敢过来。算了算了，辅助来了。走走走走走。哦，怎么会这个时候来了一个？哇，嘲讽！怎么来一个艾希的大招？我醉了。那你就跑吧。艾希射得好啊，射得准。但是还可以，我上路稳住了，老师。我这边全过来了。换掉。可以，还行，不亏。我居然吃了他一个这么远的穿云箭。搞一条火龙，搞一条火龙，这个火龙又把他收了。打皮。这蓝不太够用啊，我有 TP 了，这波我们稍微打起来我可以 T 过来。 OK， 那我这个火龙可能要动一下了啊。好，但是我还没回，等我回一下，辅助抓中了。哎，可以，这个应该是伤了。哎，又是穿云箭吗？为什么又是我呢？我靠，又是这么远的，动不了，时间有点久。我看我要不要踢过？尴尬。我可以踢过来。哎，我吃了他两手了。来，老树盘根，别跑啊！不跟你打的呀，是他不跟你打的呀。
这个都可以。哎，可以。还有猴子偷，奥拉夫。好，杀这个，杀这个，杀这个，控住，控住，控住。哎，我来送他回家。哎，我好像救不了。爆炸果实，小心啊，兄弟。我得走了。你别还手了吧，兄弟。老师，你那怎么样？这后面还有一个能操作不？我知道，可以操作。好像不太能操作了。哎，可以吗？我来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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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他有点想法，那他看到我了。还是不粘住。哎，我回了。哎，我们要不要偷了？把它拿了，拿了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打得挺快。很快很快，我没有惩戒。估计成功。没人，不要。我再去中路吃个发射兵线。我听他说这不血赚。我没有状态了，老师。不太好搞的。哎呦哎呦！他上岗，他上岗，那我过来了。哎呀，来了。不太好。你还来，我靠！老师走了。对，卖了卖了卖了。对对对。还想让我吃一个？哎呦，5-0-4，哎呦，现在就辅助。五个人抱团推中嘛，他们这是要。OK， 我收过来，马上就来。嗯，好，我这来不了了，老师，果断溜球。哎，好像有机会哎。我来一波二闪。帅气，但是实在没蓝了，就这么一波了。可以，不亏了，不亏了。我溜了，不亏了，不亏了。小心。哎，他想来杀我。哦，终结。算了。哎，他们不让人回城。老师有没有机会？好像 不太行，你回家补一波吧。回家补一波。总体来说我们还挺赚的，守住了，然后人头也拿了。我就叫了个闪。感觉很需要我出一个。我上他的当。不行。说的对。他们那个人肥。他们的这个 A 两个 AP 肥，没血没血。你觉得我们这把有没有机会赢？这把有的有说法，有说法。这把有说法，对。我也觉得还可以，0520，可以。这把有说法，战绩非常的好，伤害也很高。龙还是我们的，对。太舒服了，刚刚这一波没白来。哎呀，哟，疯狂滚中，他们团中了，这么快吗？又来了，吃个一塔，不然先让了吧，反正又没有塔皮了，亏的不是很多。老师，你守住了吗？守住了，那还行，下波守不住了。哦，老师他拿了波人头，有点劈不过了，扛了一下防御塔。我来了，稍等。然后我出了个水银鞋，不应该跟他打的，我水银打团的，有点可惜。哎，两个人，你在偷鸡？不敢偷啊，不太行。算了。W 打英雄，确实，我刚刚最后一个 W 打他就死了，因为我不止他已经死了，他吸回来了。感谢我们家韩宇的半卡。他受到重伤，我没吸血。
然后我抽到个水银鞋。嗯，闪现差一点，我靠！这简直是瓜皮啊，这也敢上？恭喜全麦面不加糖。哇，是有点肉，扛塔不痛。又完了，四个人，感觉有点问题啊，有点难搞，老师感觉要出，有点难搞，要出事。哎，可以这波，对面的没大招，抱团能力好强，一出现就四个。哇，他七张烟，哇、哦，舒服、啊。哎，这波不能，这波不能。我、哦、靠，还好没指过去。小龙门，小龙可以搞。小龙可以，小龙门。这波指过去就没了呀。小龙，我有 T。快，收这个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有东西，有说法。好，有闪现 ，nice。来，接龙，那你们龙了，好像都不需要我来了，我去上路带线了，这把带的太少了。他为什么去杀？我在后面看到了你，能跑吗？辅助马上到。哎呦，差一点点。不亏，这波应该你们能把它收了。哎，我靠，有点，哎呀，被风筝了。好难受，太难受了，歪了。嗯，太难受了。这人来救他了，哎呀，那没了呀。快走。没了，全都死。我们感觉被冲断了阵型。对，被风筝不好打。完了，连死了四次，我这一把，连续死了四次。老师靠你了。你能拖一下就好，你现在很肥，你有机会。好像能拖一拖。为了自己三口大米饭，哎，又有机会了，可以。换了，不亏。这也不是技能门，这波推不到。往我这边带一带，有没有机会呢？往我这边带一带。好。还有个秒秒。快走。他也得死。好家伙，撤还行，这波还挺肥，还行，就是我有点炸，老师没事，你先发育一下，你先发育，哎，对，我先发育，他们的这个龙龟 gank 能力比我强，我抓不了人，所以我们前面劣势，你发育，这个比较正常，哎，我发育，你先拖，对，但是这把我觉得能赢，对，有角度，对的，有角度。说法，这个伊塔，来，感觉，哎呀，完了，上路要被干了，这个腿太短，他们被干了，你抓就是，他没大招，那你还去吗？哎，我们后面两个，哎呀，差一下，我靠！哎呦，后面全来人了。还行，帮我报仇了，不亏。我也活下来了。先溜，报仇了还可以。那我们这波是一个一换二，哎，一换二，不亏。赶快推他一个塔。哎，他落单了，有没有说法？一的有伤害吗？我们一的啊，我走位成功，这个应该杀了吧 ？OK， 这个应该杀了，可以。赶快把他的中塔，你发育一会儿吧。我在发育，我们一直在打架，嗯，这个发育不太好。对，我支援的有点多，这盘。对。
你先发育好了。但是还好你起来了，那就没问题了。我、哦、单杀吗？哦，嗯，对，我的这个暂时单杀还是很高的，输出很高，稳了呀。老师，这个谦虚了呀，啊，只选了个奥巴马打野，你奥巴驴打野，你说你说没了，哎、啊，一进来9-5，这个障眼法直接是也障眼法了队友。不急，不能膨胀，不能膨胀。嗯、啊，我们现在还是不好打的。稳的，留的，老师留的。意思确实不是开玩笑的，老师的意思。我再去继续带，给我拖延了很多发育的时间。好，慢慢揉，他们也推不了。哎，对，哎，这人在送，我们中塔可以拿了。后期我就感谢一批吊招的大玩心，谢谢。留电，好，回家，够了，有点猛吧，中路，快打完快走，来，我们这个小龙可以搞一搞。小龙，我过来了。哎呦，要死了。小龙，我过来了。我这边走，他还可以杀一个。好像要被风筝了，完了，甩死他，一边。感觉被风筝了，我来了。没办法救你了呀！我这边下饭了，老师。没事。我这波直接为了自己三口大米饭。没办法，只能说这个英雄腿短，对，走不了。可能这把老师 carry 了，我必须得。这个龙我们好像不太好搞了呀！算了，溜了。为了自己三口大米饭。我有 T， 但是我20秒。算了，怎么说？这个真不了，占了。嗯，对，我太脆了，我被他们这个龙龟直接能限制我。饿了，6点了，该为兄弟们点饭吃了。那个寒冰不走位，他是没看见我吗？哦豁！别把宝塞嘴里了。已经吃饱了，这开胃菜你就吃饱了。我得偷一下野怪。还可以。对，怎么说老师？偷了3。这把。等一下、啊。现在我们的局势怎么样？发育吧。有没有什么说法？现在还暂时看不清楚，有点混乱。可以，我有 TP， 好吧。需要的时候你叫我，是不是现在就很需要我？现在需要。给手眼，老师有眼不？哦，好像没有，我过不去。激动了，我现在我们要风筝他们，看你的。老师怎么说？老师这把，我不能被，好像有点难。我先走。他们要抓我，这个龙龟要有先走。吓跑了他们，可惜。可惜了。这波我人有点少，要、被包了。要被包了。哦，被秒了。哦，这波好像没什么说法，怎么办？打不过，太饱，感觉有点弟子有点下饭啊，这盘不好打，一下就被秒了、对，不好打，我无法输出。我靠，我们就两个人，刚刚他们在跑，居然不打，嘿，很聪明，对面的人很聪明，真的。他们好像要打这个大龙，他们在跑。说实话，我们大龙好像丢了，完了。嗯，应该要丢了吧。丢了。和尚去。关键是辅助抢不到、哎。辅助下去了。哦，哎，这个大招，嗯。哎，怎么他没惩戒了？可惜。没办法。我觉得。守吧，他们阵容好厉害。爬下，走一个。他们阵容好厉害，好弱。我很难输出，控制又多，小控制多。想想要出什么装备好一点。那血手出了才能扛一点，太笨重了。
我们看看能不能单带单杀一下对方，还有机会。可能弟子有点做不到单带。这个龙龟太肉了，不能他去单带。但我们龙比他们多哎，万一我们苟到一个是龙，你说是不是就有机会了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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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输出有点高，我扛不住。嗯，小心小心小心。还不回吗？我回去守吧。回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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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我回去守。快走快走快走。干嘛？好像我还能带一波，老师，你回去了我就还能带一波。嗯，你带你带，没事。哎呀！他们好像要抱团推下了，不敢打。嗯，推一手，推一手，跟他们错开推一手。我们这个牵制还是很好的。哦、我们这手牵制。算了算了，这个打不动，打不动啊，太肉了。把他们逼回来了，也还行。啊，浪费他们龙 buff 时间、嗯。我们这个清兵线好像还挺好清的。哎呦，他们有点强势。太肉了，打不动。这个 gank、太肉了，这个人太肉了，全都是肉。我们看我能不能拉一下，没拉到。哦，他们要开了。阿斯塔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怎么拽到我了？炸胡拽！哇，这好肉啊！太肉了，哇，这太肉了！我这一个没死，无数波，一个没死，黄了，黄了。GG，这个装备再好也打不动了呀。我们是三胜两负。三胜两负，嗯，差不多了。感觉要被一波了，正战旗，正战旗，正战旗，是吧？弟子下蛋了，没飞起来，太肉了，转战不给机会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太肉了，太肉了，一波了，小心，我的下蛋了，兄弟们，对面阵容太强，配合太好啊，没办法，嗯，可能我们刚转到中上啊。